被放在高个儿队，你真实的身高是几公分？我其实168公分，然后算高吧，算高了。所以平常不穿高跟鞋的时候，也是让你感觉到是高个儿。站起来就会吓大家一跳，因为大家会觉得我可能个子比较矮，但是一站起来就哦，怎么你这么高？对，他其实比较像娇小型，对，他是娃娃型的脸。瑞莎真实的身高，我早上175，晚上173。啊，我有差吗？为什么差两公分？有回家差3公分，172。是跟穿的鞋子有关吗？不是，不穿鞋子的时候，就可能晚上比较累，会变比较矮。好奇怪，一直这样子，所以回晚上真的会变矮。我没有仔细去量，说早上量跟晚上量，对啊，因为我印象中就是我是178。哇，对，哦，好高。瑞莎跟你谈恋爱，男生他们有发现早上的你跟晚上的你是不一样的高度吗？应该在夜店把到的时候就觉得说，哎，很配很配，然后早上就，对，然后晚上觉得他很正常。所以有交往过是真的视觉上看起来就是比你矮的男生，有169，结果还好吗？结果就被人家说成是姐弟恋，就姐姐牵着弟弟在走在街上，对啊。所以亲嘴的时候你需要有点弯吗？需要吧，没有站着亲吧？那选择都坐下，没有站着亲，就在外面。没有在外面要亲就一定要躺着亲吗？我意思指就是可能是就是坐在3、2、1躺下。接吻不是很多时候是站着接，不会在路上接吻那些的，这样会很怪啊。不会啊，情侣常常在路上接吻啊。我没有办法。你是说你接吻的姿势是局限在哪一种？就可能是可能去看个电影，然后坐平这样子，然后可能这样亲这样子。汪一萍如果站着跟她男朋友亲，就好像要送男朋友上学那种感觉，对，妈妈亲一下就会很怪，就连牵都也会怪怪的，交太高也会亲不到。所以你有交过太高的吗？我有交过187的，然后就在路上想要亲他就亲不到，就很尴尬，助跑然后弹跳，差不多要这样子。那你可以拉拉他袖子吗？可是牵手的时候也会很像是爸爸牵，我就是小孩，就爸爸牵小孩，小孩牵爸爸的手那种感觉。所以你说187吗？187。那你带到他哪里？大概就到这里而已吧。小个子有被男友举到肩上过吗？跨坐在肩头？我有哎。哇。就看演唱会的时候，然后后面就抗议说你们这样在那边，他就说 get the room。然后就说这样子我们都看不到啦，不要搞亲密，对，就不要搞亲密。可是不是，我们不在搞亲密，是真的我看不到。所以如果以后交往的是160的男生，他把你扛上去，这样就比较高度比较，这样应该视线就不会受到阻碍，后面就很容易扛不起来，扛不起。那个男生会就会闻，一直摇晃。所以高个儿没有办法被放在男生的肩膀上吗？有办法吧，我的一个男朋友211公分。那你要去哪里呀？没有去哪里。那你们去3楼都不用爬楼梯，不是因为就买摇滚车票，结果看到是3楼的 view， 根本是高台，真的蛮方便的。等你去动物园会跟长颈鹿对看，最矮的动物就像这个。好，刚才那一件黑色的礼服，我们可不可以拿给对面的人比一下？这么难堪，好可怕！被莎拿过去好了。很难堪呢。哇，这个还好吧？没有，这我有这样走红地毯可以吗？这会跌死吧？应该会踩半凉。可以改一点，可以踢啊，就是一直这样子啊。京剧，你这个。其实如果不穿高跟鞋的话，就会很夸张，就只能下楼。这个不行，这点穿不起来，没有办法。除非他鞋还要再很高。所以他去买礼服的时候，可不可以说把下摆往里？折什么？就如果是要参加那个典礼的话，应该就现场要改啊。对，因为你往里折，它不会有飘逸感，多了厚度。对，哦对，就会像一个袋子。对对，所以一定要剪。但是一般的礼服，它会是品牌界不让你剪。唯如你比比看，唯如比比看，它152啊。我已经穿高跟鞋了，唯如
鞋如果脱掉试试看。他高跟鞋很高，很可怕，我就变武大郎啊！我就是武大郎啦。叶伟，你今天带来的是些什么？这个是洋装，这是洋装。站起来，站起来，我看。这个平口的啦，平口的。你这个下面不会再穿裤子了吗？我不会啊，这个可以。你有穿过这样子就只单件就出去吗？嗯。可是很容易曝光。不会啊，还好吧。我穿起来的时候到这里，就先跟那个长度差不多。而且维如穿应该到膝盖吧？也没有，不是这样，但是我穿起来也是这样穿，连安全裤都穿不 OK 啊。对啊，这个也是啊，就是下面不用再穿裤子。对你这件是很安全。对啊，就是不用再穿。他们不行吧？我们不行，那完全是上衣吧。你喜欢这件给瑞莎比一下。我一定会露屁股，就是想看你露屁股。这个是上衣，这是上衣啊！我觉得如果屁股就都在外面，就下半身去了，来去那边。我没有裤子，我试看看，先试试看，然后陈春华会帮你看一下行不行出来。这个还用试吗？你们有试过穿一些比较娇小的衣服吗？有啊，像其实我身上这一件，我当初买的时候，我以为它是洋装。然后我想说我可以穿，然后没想到我自己，因为他不能现场试穿，我就想说高度还是可以当洋装的。这一件如果那个围炉穿是洋装，屁股已经露出来了，然后所以我才就是又在加牛仔裤。对啊，就是那时候想说这样比我应该是可以当洋装，就没想到一穿上来整个会露出屁股后半段会露出来。所以你们去买的时候，那个服装店是不负责界定这是一件上衣还是一件洋装？他说这是洋装。然后我就想说，哇，洋装的话，那我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，但是他真的不能走路哎。OK， 那站定是不是？他站的，是可以吗？不能动，这个尺度来讲不能动。对，想看呢。好，我们欢迎瑞莎出来。哇，很好看哎，很好看，是很好看。转圈的时候小心一点。不要转圈，千万不要转圈，不要转圈。我觉得后面可以，后面长度比较长，但前面完全不。就是它设计就是，它就是有点弧度这样。可是我这辈子就是要追求露出那么多腿，所以我才会买短一点，可是都没有办法。这边胸部这边也太短了吧？你对，胸线，所以你实际上是往下拉一点，对不对？对，为什么胸线会变这样？因为我穿起来是刚好的，而且腰在这边，腰在这边啊。所以瑞莎，如果是你得到这件衣服，你会在里面穿一个短裤或者牛仔裤？一定会啊。好，所以既然他已经换了的话，我们就给他再换一件。嗯。伟如，你那边有什么？我这边就是因为我平常都会喜欢穿一些 T 恤，然后他们要不可以，我知道是有点小了，这件应该还好，他穿这件王以平是没办法穿，瑞穿没有办法。然后像我的就是会有穿那些就是及膝的裙，就是及膝的，这长我穿是及膝啊，但是他穿应该变迷你裙吧？这是迷你裙。这是极细的啦，不是是极细，我们可以穿到膝盖。对啊，因为我穿是到膝盖的，哦，是有点上班族的感觉。对，是2块钱小迷你裙呢。他穿应该就是这样子的吧，就是变短裙了。对，然后我还有一件短裙。他这个不可能，这个没办法，这个没办法，这个是他穿起来会变小可爱，变成上衣。那。这个就应该让影评试好了，对不对？影评吗？我穿得下吗？试试看啦。So cool man， 反正陈春华会帮你确认你可以才出来。好。我为了大家好，我应该都说可以出来。你要不要遮一下？需要一个布吗？还好哎。它是伞状的，所以还好。还好，这个要打开。所以他穿的样子是你要的样子。是我要的样子，可是我穿不出那个样子。我穿起来就大概是就是到这样子，因为如果。